微仆身体，为上帝改变命运，去耶稣。欢迎收看《身体》的故事。咱这个《身体》的故事继续来讲，身体拿丹伫红江内底伫做身体，压力真大啦。你毋免嫌神啦，我你伫红江内底吼，一般嘅人要见到总统，要见到王吼，拢真难得。我你惊红江，敢若你惊走卡咧吼，毋免嫌神济啦。真正亲爱朋友，你毋免嫌神，一个人吼。 定定甲即个好嘢人做伙咧，啉咖啡啦，去食饭啦，吼、哦，无你想的遮开话，讲真正，迄是咱一个人有自卑感，咱就足想要讲，人。我诶朋友，迄拢一寡足厚诶人，吼、哦，其实你颠倒吼，是甲基层诶朋友吼做伙吼，较无压力，较轻松，啊，你甲即类足厚诶人做伙吼，你压力也真大，何况是身居有责任。 伊是啊，看即个王做诶对毋对，毋对，你会甲讲吼。迄时好甲在拄着，代表脾气好哦。你呐，佮较早迄个王小罗王吼、哦，你若甲讲吼，伊、哦、变面咧。所以咱是看咧，看个王诶故事，用新地诶角度当边咧看个王，我感觉心中万分诶感慨啦。人会变啦，什么呢？ 是当时上帝高巴派伊去高巴扫罗王哦，扫罗王是毋是一定要足尊重萨摩尼啊？等于萨摩尼咱用即卖话讲，那是我的牧师嘛，是毋是安尼？结果吼，当扫罗王规个变质，作王了臭屁骄傲啊！什么代志我做都使吼，家己安尼把酒安尼生在家呢，目中无人啊。上来讲我安尼袂使。 那你若要安尼诶时阵，我都要换一个人。所以上帝甲萨摩尼讲，讲你去告我另外一个人。萨摩尼给上帝讲，我毋敢。那你若去看圣经，萨摩尼讲毋通嘞。即、这个代志哦，若叫即个撒罗王灾哦，伊绝对甲他大死。所以我咧讲，做善事诶人伫遮有钱有势诶人边啊，坦白讲看出足侪足侪坏咩一面啊。 看出足者一般诶人橫橫，远远看看表面看未到诶物件啦。所以即个撒摩尼讲，我若好胆，我即摆要去割我一个新诶王，索罗，啊，这个所罗绝对生互我死，敢阻挡啊！历史上拢嘛安尼啊！你記、你、伫新约诶阵、耶稣降生诶阵有几位博士嘛？啊，因即个博士着去吹去风向内底吹啊！ 所以讲，哎，有一粒星，敢若有一个君王降世，迄、那个君王毋是政治上的嘛，迄、那个君王是咱人心灵的王嘛。但是迄阵人听到讲，啊，够有一个王，敌对，怎下命令呢？怎将两回以上的囡仔拢杀死呢？因为今日有一个王會来抢伊诶位，所以吼、哦，啊，即种人性吼、哦，你著逐个拢做平凡人著好啊。 有一个人做王，著、就是这个人吼、哦、腐败诶开始了。所以迄是好佳仔，大明已经算未歹啊。所以圣经内底形容讲，大明是啥？是下上帝心意诶一个人啊。我想毋是讲伊咧做代志做甲偌完美啊，毋是讲伊即个人拢毋捌咧做毋到，毋是。我感觉讲，是伊做毋到诶时阵，伊袂骄傲。 伊做唔对时，伊有我大通承认伊嘅毋对，安尼就已经算足够啊啦。上帝无要求咱人拢莫做毋对，因为咱是人啊，咱毋是神啊。上帝是要求讲，你若做毋对，你爱认罪，你爱承认，你爱悔改啊、哦。所以上帝看重嘅毋是咱嘅行为表现甲偌好，上帝看重嘅是咱嘅心。你做唔对时，你敢无大通面对？ 所以这个身体若当一地风江内底，都扮演敢那绝对行的角色。伊就是爱去甲王去甲讲，什物代志会当做，什么代志袂当做，吼。但是身体嘛是人，都算若当是真个身体，伊毋是假身体哦，伊是一个足好的身体哦。伊嘛会犯错误呢，就讲讲人拢会犯错误啦。伊犯什物错误你知？有知识。 即个大比郎呢，调拿担入宫，讲来来参详一个代志，来来了解咧参详一个啊。伊讲吼，诶、哎，阿姐吼，咱即马大概即马拢有处汤大吼、哦，咱即马我建立我的王国啊，我也将四周围修得拢拍败，所以即马咱个百姓大家吼，国内安尼太平日子啦，哦啊大家拢过较足舒适嘅日子，啊大家嘛拢家己有厝啊啦吼，但是。 我想想咧，到即马吼，咱咧敬拜上帝吼，拢要搁伫古早诶会幕内底，吼，无一个固定诶厝，啊，爱搁咧搭一个饼仔咧，我感觉讲歹看咧，吼，所以我想讲吼，诶，你替我问上帝一个，讲啊无吼，啊，我甲起一间厝好无？我替上帝起一间礼拜堂。

这个身体拿单倒去厝的时呢，上帝甲责备啊！上帝讲：，阿、啊、你敢无问我？啊！你卖叫是你是身体，都会当无经过我允顺代表我讲话哦。所以各位有一个观念哦，哦，做一今一个观念，唔是讲你是身体，你讲话拢是上帝叫你讲的，唔是啊呢？身体是上帝叫你讲的时候，你才会当讲。 上帝啊，无叫你讲，你是袂当讲，所以你袂当用你家己嘅意思，妨误会，讲啊，这就是上帝嘅意思。所以吼，像阮哋做牧师嘅人吼，拢爱养成一个习惯。有当啊，讲一句话，我就讲，这圣经讲嘅，哦，但是有当啊，讲，这圣经无讲，这是我个人嘅意见。哦，这，这分得清楚，这讲个明。 尤其我常常咧讲圣经个故事，迄个物件圣经无写，我得一定要注文。我讲，我拄则讲诶，这，这圣经是无写啦。哦，是我的有可能是安尼啦，哦，所以这是我诶意思，这是我诶看法，哦，毋是讲啊，我是牧师，我诶看法拢总是上帝好诶，毋是安尼啦。所以然对身体若单学到一个足宝贵诶一个功课，啊，啊身体伊就讲、是，啊别。 去圣殿、去教堂，这一定 OK 嘛？啊，不一定。透过即个身体的故事，到今仔日，咱在教会拢二一点。你若要去礼拜堂，你爱祈祷，你爱问上帝、光上帝。阮根有需要来去一间礼拜堂，啊，是阮去租的好？啊，还是讲阮共照所在的好？啊，是我你去照一间，即卖已经无人咧用诶礼拜堂就好。阮咁一定爱积极。

我甲我跟你讲会使啊！以后什么代志先问我，卖自作主张替我回答，啊！你赶紧去甲台秘讲，啊！我无必要去、哦，我想去刚若等绝对皮皮出开啦，因为想我明仔载要去讲讲，哎、欸，我先甲你讲也是，今日甲你讲恼、no, 啦。啊，虽然他讲想做啊，兄弟，我想无呢。啊，这是这是好代志啊，啊，台又够是一个。 啊，虽然有做毋到代志，但是伊有认真，啊，伊是一个会通了解你诶心意诶人，伊来去做好啊。上帝更较教一步，上帝讲，我、no、为什么未使你使无因为圣殿代表上帝，是爱互人去遐祈祷，代表、哦、这个人，伊为着要做即个王位管理伊诶国家。 伊经历过足侪战争，伊太过真侪人啊，所以即个圣殿吼、哦，互一个即种即种啊杀人无数的人，虽然你嘅杀人拢是正当理由，但是伊嘅手有真侪血。所以即个人要来起一个和平的圣殿，互人伫遐祈祷嘅圣殿吼、哦，这哪一项感觉怪怪啊？所以上帝讲。 若要去，你伊讲互因囝则来去啊，所罗门则来去啊，唔、哦、是伊伫去这个圣殿、啊，所以即个是足要紧诶圣经一段记载。所以若当第二天赶紧去找大比龙，甲解说。大比龙当然真失望啦，所以讲啊无安尼啦，我足想要去诶啊无安尼啦，我来传传资料啦。 我要鉴定的这材料我，我先传了好些，啊，以后才教阮囝，哦，啊，才来去啊，哦，啊，那要讲到因囝呢，啊，纳丹也有一个任务啊，什么款的任务呢？就是呢，迄阵其实，吼、哦，大兵呢，伊的代心内底呢，有另外一个人呢，伊其实想要做王。当大兵年老的时阵啦、哦，啊，啊，即个代志啊，也是纳丹伊知影。 所以呢，纳丹怎去甲代比人讲？哦，讲你也要爱先安排好势哦。哦，啊无吼、哦，你前脚一个走吼，后脚吼、哦，咱即个国家你才第二金鸟。哦，第一任收落你第二金鸟。你若无赶紧将接班人的问题处理好势时阵吼、哦，这个国家会真乱哦。吼、哦，所以是透过纳丹去提醒。所以呢，代比转设立这个所罗门做伊个。 接班人，哦，所罗门就是即个问题处理了无好啦、啊，所以罗马国家呢分裂去啊。甲第三王俩吼，所罗代表所罗门，哦，到第三王过了第四王，国家全分裂去啊。十二个支派判两边去啊，啊，所以咱对即个规个历史来看，就是讲上帝无啥爱咱人吼。哦 用这种人诶制度啊，互相我管你，你管我，大家嘛想要去做管人的人，大家嘛不爱用管啊，啊，所以即落尾造成足侪纠纷，你知无？会有足侪人用一款足无公平个方式，想要去大位，想要去管别人，想要去证明自己啦。哦、所以有一个角色，不断提醒制度是有好有,好有好啊，所以咱尽量降低制度杀伤力啊，然后 尽量保持制度的优点，啊，若要安尼做阵，就要有人担边啊，吼、哦，要讲出足侪提醒的话，这就是神的故事。后一集请继续收看神的故事。